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只是我们从此就听见的信息，因着爱我们已出死入生，主为我们舍命，因此我们知道何为爱，何为爱，主要我们遵守他所定的诫命，这是应当彼此彼此相爱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是我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，因着爱我们已出死入生，主为我们舍命，因此我们知道何为爱，何为爱，主要我们遵守他所定的诫命，这是我们建造的基础。